我是羽毛球运动员谢影雪、邓俊文、张雁儿、吴家朗。我哋将会出战混双项目，我将会出战女单嘅项目、男单项目。咁而家就属于备战嘅最后阶段啦，希望比赛就可以尽力发挥，打好每一场嘅比赛。自从上届打完里约奥运之后，经过呢五年嘅备战，我已经准备就绪啦。到时记得喺电视机前面支持我啊！支持香港运动员 ，Go Team Hong Kong！ 大家记得留意香港运动员喺奥运嘅最新消息，为我哋打气。2020东京奥运，约定你。